这件事情到此结束， 以后谁也不许再提。 江冲，你不是还有别的事情要跟朕说吗？启奏陛下，新余县令郭莹给臣连上三封密信，说新余县衙十余年来一直被一个叫戚老爷的人霸占，他霸占县衙，欺女霸男，甚至强抢民男。 江冲啊，在你的手上就不能有一件让朕不头疼的事儿吗？哎，这个江冲啊是执意要查，朕还不好不让他查。嗨，皇上，您呐就让他去查呗。 哎，他怎么可能弄得过戚老爷？别忘了，戚老爷身后还有两个天上的公主呢。哈哈，原来皇上是怕江冲吃亏呀。哎，朕是想啊，如若不让他去，这霍去病现在正在气头上，难保不会对他下狠手啊。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的。 如果真出了什么大事，你说，朕治不怕地不怕的？是啊，除了皇上，谁还能想出这种一石二鸟之计啊？ 这么说，你是知道朕在想什么喽？是这样，皇上，您让霍去病去查戚老爷，一来让他离开长安城，他就没法对江冲下手了；等他回到长安城，他的气儿也就消了。 二来，借着戚老爷之手杀一杀霍去病的嚣张气焰。你也是亘古未有。哼！哎，陛下，这个戚老爷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那他多大岁数？不知道。那他什么背景？不知道。嘿，那陛下叫臣去干什么？臣也不是干那种事的人呢。不知，哎，朕让你去啊，是想要你多历练历练。 啊，你也不能指挥打仗啊！等匈奴被灭了之后，朕还想给你安排其他的差事去做。陛下，您看，臣刚刚远征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呢。嘿嘿，您是不是让臣先歇歇脚啊？你是不是觉着朕让你去有点大材小用了？不是，朕不是小看你。 去病，你呀，还真不一定弄得过那个戚老爷。我，哎，瞪什么眼呢？有本事你就把这个戚老爷的脑袋给朕提回长安来，朕就把江冲的脑袋赌给你。
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好，哎，一言为定啊。那如若提不回来呢？把我的脑袋赌给江冲。哈哈哈哈哈！就你这颗脑袋呀，朕还真是舍不得。嗨，没事没事，我舍得我舍得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呀，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野怪朕。 平时啊，太惯着你喽。哎，你看看朕身边的皇子太子，还有公主，有谁敢像你这样跟朕嬉皮笑脸的？嘿嘿，臣是皇上一手带大的，臣的胆量都是皇上您给的呀，要不然我怎么敢深入匈奴敌军腹地几千里呀？哈哈哈哈哈！哎。 你总算说了句良心话啊，曲兵啊，嗯，快21了吧？还有3个月，21岁。嗯，哎，长大了，该成家了。哎，对了，曲兵啊，你在那些名门望族里面选一个，朕来给你主持大婚。臣。 不想成亲，怎么？你是觉得那些名门望族有辱你霍大将军了？那好，你就在朕的几个女儿当中选一个，朕本来就是你的姨父，今后又是你的岳父，咱们是亲上加亲，这岂不更好啊？陛下，臣真的不想成家。哦。 这是为何？匈奴未灭，何以为家？<笑>好，好样的啊！哎呀，我要怎么样才能不被他们发现呢？ 你下去给我看看，看看谁这么大胆，可以偷偷溜到攻克亭来冒充本宫和你。不会那么巧吧？母后正好去面壁试。有了，哈，哎，有，走。 门给我关上！嘿，咦，大姐，嗯，老三变节了。大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听说啊，今天七老爷出嫁了，男的呢是外地的，不知道是哪的人，好像啊挺远的。啊，是吗？ 这个妖精的法力也太强了，解了这么久都解不开，怎么办呢？
哎，神木啊！谁？七老爷，有人非礼我呀！你快出来管管吧！这还有那功夫啊？你一个大男人，让人摸一下怎么了？又摸不坏。七老爷，让让了，看来七老爷真的没功夫啊。那好吧，我不跟你们计较了，来吧，摸吧。摸给我，别隔着我好吗？啊！快！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呀？问他，你刚知道啊？把轿子抬进去吧。好，起！快！走了，快！进！来吧，轿子放这里。放下。你们可以出去了。哎，不是我，我妹妹要上轿，不行看的。哎呀，就该出去。出去。为什么呀？还有你呢？走！哎呀，走啊，走！哎呦！我就看一眼啊！不行，这个时候看的，这时候看不吉利。不是，哎，哥，凳子哥实在抬不动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干过这个活呀？这个时候可不新歇着，要不新郎官抬吧。哎，那好，那我来。哎，不行啊，我是新郎官，这我不能抬啊。你再撑会儿。哎呀，累死了！我要喝，我喝。哎，行，你喝屁呀你啊！去。回来，继续扛着啊，撑着。这得撑到什么时候啊？水奶奶，给我，没事啊，我给你揉揉啊。这时候不行看的，不吉利。宝贝儿啊，没事啊，我来了，我给你揉揉啊。来，哎呀，小揉手，不让你干，你偏干，讨厌。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要杀人呐！像你这种人能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就是，我要是嫁给了你，我爹他的病就好不了了。小七，你相公，咱们回家入洞房吧。看你是个全乎的男人，我就便宜你了。不然的话，我就给你的脸踩扁。小七，你。小七！爹！你没事吧？陈掌柜，你没事吧？快，没事吧？快去仙女湖，找草鞋大侠。好，我直接去仙女湖。哎呀，你快去吧！你爹就是我爹，你赶紧去吧！快去，来，上马，上马，来，走。
哎呀，干嘛呀你？你喝你的，你干嘛抢我的？我没了。给我，给我你。没了吧？真的没了。没了，你给我干什么？没有啊。没了，你给我干什么？没了，你给我干什么？打我也没有。肯定有水。好，不会是开水吧？没火，没事的。好，走。慢慢下。谁把两条鱼放我酒缸里了？谁追我？谁在追我？在这里。你们在追我？谁追的？谁追的？你追我？你追我？淘气大侠，淘气大侠，淘气大侠，元气，怎么了？这么急？小七，救救我妹妹，救救小七！小七她被人抓走了。什么？在哪？就在新余的大街上。你是妖精啊？啊。早说呀！我还真想看看妖精长什么样子呢。你不怕我？我怕你？你该怕我吧？我怕你啊！我怕你。真好玩。我跟你说啊，真好玩。哎呀，别闹，你别跟我动手动脚的啊。摸摸又摸不坏。哎呦，我还没见过妖精呢。哎呀，人家是怕你，又对人家起什么坏心眼呢？你要是老实点，我就不对你起坏心眼儿。好，我老实，我老实啊。你说，你为什么要抓我呀？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啊？你真的喜欢我？你喜欢我什么呀？我喜欢你的脸，喜欢你的眼，喜欢你的鼻子，喜欢你的腿，还有你那樱桃嘴。那谢谢你啊。你谢我什么呀？我长这么大，我还以为没有男人喜欢我呢。还真有点不好意思。成亲吗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你对我爹那么凶，你知道菜场那几个人为什么变成王八蛋吗？因为他们忘了八端。这哪八端你知道吗？让我来跟你说说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这孝是摆在第一位的，你不知道？嗨，我还以为什么，我错了，我改。
我现在就去请罪去啊。那你当然得请罪了啊，而且得负荆请罪。你呀、啊、得背上荆条，让我爹狠狠地抽你。一根啊，别五根啊，不十根，反正我不怕疼。你不怕疼你怕什么呀、啊、我怕火啊。火啊，太好玩了，谁不怕火呀？难道我爹还去拿火烧你啊？啊！哎呀，那咱什么时候成亲呢？这个啊，你说。好，事不宜迟，三天。讨厌。五天。五天。那你说几天？现在啊、嗯、你这么急啊，快找根金条背上去见我爹去。好好好。哎，我这不但嫁成了，还嫁了个妖精。真是好玩。好玩。我能亲你一口吗？你倒是快点啊你啊。啊给你心疼的哈、啊、这个大姐，我说揪耳朵她怎么不出来，原来是想躲在暗处暗算她。嘿嘿、奇怪呀，这是巧合还是有人暗算我？三公主已经被我定住了，一定是大公主在捣鬼。哼，我呀就再亲她一口。金子，快下去。三公主，快，小七让妖怪给抓走了。他好像被人施了定身术。有办法解吗？我试试。啊。再试试看。飞月，我的法力实在是太低微了，怎么办？墨剧，请帮我解开三公主的定身之法。三公主，去，别看，走啊！不让看啊！哎呀，你就别弄他们了啊！你说我这样做是给他们看的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，走，给大家看的。是啊。哦，明白了。一会儿呢，到了我家门口 你就得跪下，然后一直使劲的磕头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让我爹原谅你啊！他要是不原谅你，你就一直磕头，知道了吗？啊，明白。哎，磕头，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，这。快点儿，没事，快点儿。不疼，哎，拔下来。我啊，哎，拔呀。哦。
我不是故意的，七老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七老爷。走走走走走走啊！走走走走。你怎么了？你闹！别吵！快点！哎呦，走！哎，到了，就这儿。跪下！哎，好。老丈人啊，跪下！啊，还跪下？啊，好的，快点，好。老丈人，我来了！老丈人，我来负荆请罪了。小七，你爹都被他气得吐血了。啊，快进来，来吧，快快看看。都是你！哎呦！哎哎，我也去看看老丈人吧。那我跪下，那我在这等你啊。跪下呀！哎呀呀！别闹，别闹了，这负荆请罪呢。爹，爹，爹，你没事吧？小七，你回来了。嗯，你没事就好。你回来就好。哎，爹，其实你根本就不用为我担心。你女儿到哪儿都不会吃亏。好孩子，那妖怪没把你……哎，他哪能是我的对手啊？爹，他把你气成这样，我一定要好好收拾收拾他。哎，爹，咱家灯油在哪儿？啊？别气成这样！老丈人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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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丈母娘，我错了！老丈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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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……现在你起来吧，起来了啊！来来来，来起来了啊！哎，别别起来呀！我给你解开啊！我还没被打呢！啊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不打了！啊！天这么冷，来穿上！哎呀，我这地方可真好！不是，现在女人那么多，我是怕别人对你有非分之想。来来来！哦，对对对，对，来系上啊！哎哎哎！嗯？啊？什么味儿？啊？刚才我不小心把油给撒上去了，没事没事啊，没事。来，系上。真没想到七老爷这么疼丈夫啊，还没过门呢，他这样了。对呀，谢谢啊。是呀，七老爷可真是心疼丈夫啊。是啊，这么说我，你高兴吧？高兴，高兴，高兴。谢谢，不客气。什么味儿？没味儿啊。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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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七，后娘真的很担心你，真的，就担心那个妖精他欺负你。你说的是实话吗？是实话，是实话呀。你幸灾乐祸就说幸灾乐祸得了呗。你别再回来了啊！小七呢？啊？小七给妖精抓走了。啊？在哪儿？嗯，那。走，妻子，走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哎，妻子，错了，他说那边。哎，他那个后娘心眼太坏，故意告诉你错了。你看我这回怎么收拾你！不
知道是你收拾我，还是我收拾你。三公主，你背得比我快，你先追上去截住他们。我，哎呀，你不用害怕，以我们两个人的力量绝对可以制住他。好，我试试吧。金子，能不能再快一点？我已经尽力了。三公主，你不用跑的。对不起啊。我虽然没有看清，但是根据他怕火的这个弱点来看，有可能就是当年的檀木精。檀木精？他不是被仙女狐囚禁起来了吗？告诉你啊，我再也不会上你的当。有本事你就别上我的当。你以为你这招对我还有用吗？啊？你知道我大姐她为什么没有出现吗？为什么？就你那个指星星打月亮的大姐啊，对我也没什么招。他是没有什么招，但是你知道什么最可怕吗？什么？这最可怕的就是啊，我大姐她一出手，你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我看什么呢你？嗯？没干什么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什么暗语？不会是想把我骗进树丛里，然后伺机逃跑吧？不会的。啊？站这别动啊！我不叫你动就不许动，听见没有？让你躲！吓死我了！你回去！哎呀，不叫你动你就别动，听见没有？
我这样，哎，我给你画个圈儿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许出这个圈儿，你，哎，跳什么呢？活动活动。回去，回去！你就不怕我跑了呀？你跑，你跑啊！啊，你再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叫！咦，哟呵，老天爷还给我一次英雄救美的机会。你给我少管闲事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没有那么多耐心。再不放人，本将军要了你的狗命！切！你给我滚到一边去！这位英雄也太面了！嗯嗯，哟呵，是个硬茬，我竟连他的兵器都没看清楚。不是人呐！对，不怕我吗？不就是妖精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
服不服？我连我舅舅都不服，我服你？他会不会死了呀？哎呀，不会，我是不会杀人的啊。他只不过受了内伤，死不了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放心了。你喜欢他？不喜欢，不喜欢。怎么可能？就长成他那样，早就被我们郭老爷发出去种地了。你骗我！你喜欢他？你是喜欢他的？你喜欢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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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放开他！我就是喜欢他了，怎么了？